好。这个树叶子带着，吸着，吸着。这佛布丁不咋多呀，可是好啊，好挨着，真也是。可是找个大的。下去说跑了，飞出来了，你慢点，小心点，踩这儿啊，往这边，往这边，你先上去，往这边挪，踩这边呢，这儿呢，对。你直接跑出去。那棚子找点，棚子大哈。嗯，你看这个中间，我在这小的，你在那。他这边小木匠也搁里头，还香呢。外、嗯、头。哪天那啥，哪天再接挖点去。过两天长长那小木匠，大点能挖。这没风是不是？这还没没给筐都啪啪的刮丢了。啪刮大河里头去。那花骨子就会。嗯，有的挺好碎了。好吃挑的也行，你多洗两遍。我这个泡一会儿，我上锅烧了。请他帮我们面饺子粉，用凉水和面。搅成面絮之后，手上抹点油，给它揉。不抹油容易粘手。和好的小20分钟。水开，泡泡丁焯一下，焯2-3秒就行。好了，捞出过凉水。开始和馅，肉里打点水，葱姜、花椒面、盐、鸡精、酱油、蚝油、熟豆油，和成刷大刷大小就行了。这面好揉啊！嗯，这黄黄。嗯。好生搅，再腻。再放再放。有点像穿泥球，跟混蛋儿。擀平时不能擀太薄，它不能像白面，就是厚点。
说完了生活主义。全都漂起就熟了，好了，出锅了，高粱水投一下，省点盐。这婆婆挺弯的，真耿牛啊！嗯，凉了都耿牛。最后一个呀，这搁凉水过一下子，它就不那啥了，不黏糊的，不粘了。看看多好，一个蛋儿，吃这婆婆丁还得苦溜呢，败火呢。这不苦，这不是婆婆丁的。还吃点包面饺子，就点凉菜，喝点焦汤，没比的了。